唉，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望向早晨》啊，录嘅时间2019年12月14日。就首先呢度有我哋纽西兰嘅义德台阳，大家早晨啊，系咪澳洲嘅真 Bessie？ 你好啊，早晨。系莫家灿生嘅，大家好。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不妨 share 同埋 like。未按订阅嘅，揿下订阅同埋隔篱嘅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以壮大我哋中立、和平同埋理性嘅声音啊！就好啦，呢一节咧，首先我哋要啊，即系讲翻啲正能量啊！啊，呢个清洁工啊，罗伯啊，俾人用砖头抌到，而家佢沉冤得雪啦，沉冤得雪。就虽然仲系早，不过警方已经拘捕咗几个僆仔啦，一班人咋？一班人，佢哋系僆仔，年龄系介乎15至18岁。几可恶啊！俾人点咗出嚟，仲杀咗人。系，佢哋经过80万元同通缉，警方新界北重案组拘捕5人，涉及喺当日喺现场掟砖，年龄介乎15至18岁。边个掟中佢嘅，仍然要调查。民主党北区后任区议员林子晴指出，收到至少3名被捕者嘅家属投诉，涉及2女1男，其中一名16岁少年同埋一名15岁少女，系一个情侣喺北区一间村屋被捕。成为一个细个少女啊，喺清河村被捕，被捕者由上水警署转往大埔警署扣查。警方深夜安排认人手续，据了解，依次调查是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找到涉案者，并非袁弘之后有人提供线索。暂时知道是这么多，但是这件事是值得高兴的。第一，警方是做到事的，不过是要时间。第二，袁弘是紧要，但我应该是。因为啲人唔会督灰嘅，佢哋呢班友仔讲义气嘅，佢哋唔会啦吓。所以咧，其实都系要靠大量闭路电视。而正如大家所心急嘅，见到话点解要拉人嘅，即其实落案起诉已经有900人啊，已经系好紧要。但系一定要坐，要证据确凿、公正咁，等佢哋班人心服口服咁服法，唔可以俾佢哋造谣，话你哋屈我。所以是需要大量的时间，你想想啊，罗伯一件这么大件的事，由11月13号到12月13号才动手搞了一个月，何况一件事要搞一个月，人手就有限，不停地看你那个过瘾的。所以是需要更加多的人力物力去处理，去找处理现在那6000多人。咁啊叫做都系一件悲哀嘅事当中有一点叫做欣喜啦，即系我就咁睇啦，即系其实原来系咁嘅杀人犯咧，我唔敢话系杀人犯，因为未判吓、如果疑似嘅杀人犯咧，原来系可以揾区议员求助，咁唔该啊，大家以后有犯案嘅人，咁全部揾区议员，揾呢班黄色嘅。系啊，喂，区议员系做系应该做呢啲嘢噶。系当区嘅事务咁样，我处理翻。原来系攞住资源去帮嗰啲人，帮啲人揸做嘢噶。哦，咁样。咁啊，咁我唔敢话佢系咩犯咩犯未判嘅。咁啊，英美系疑犯啦，英美嘅法律体系就宁重勿枉，未判就未判吓，疑犯。咁啊，其實呢班咁嘅叫做黃色嘅區議員出嚟又抽過水啦，係嘛？又話哎呀，佢哋好慘啊，幫我啦，幫我啦！我哋黃小黃人係幫呢三個家屬噶。你越慘，咁誒，我揾屍啦。係啊，頂失去咗至親嘅人，你點樣？係嘛？係啊，攞白個仔。我都可以講話呢，阿周同學係不幸啦，係嘛？但係佢失足。但是呢位伯伯嚇係正面咁俾你襲擊而導致佢嘅傷亡，我就想問一句話：你哋黃色嘅區議員係會用幾大力氣，係咪用曬全區嘅資源去幫呢三個人？如果係嘅話，你配做啲咩人？
人哋都唔配做，何況區議員？據我所知咧，目前嚟講咧，呢班後任區議員咧係仲未有任何資源嘅，因為佢1月1號先係正式上任啊。咁而家只係得吹下風嘅啫，喂，大家俾下 like 啊 ，share 下，做下呢啲咁嘅嘢嘅啫。其實，唉，所以其實冇乜用嘅，揾佢係眼球啊。咁其實我咁睇啦，我唔敢講話你將來做市政嘅工作或者係嗰啲當區工作點，但係我發動我哋全部支持者，如果你當區嘅區議員係小黃人嘅，請你嚇為你當區嚇做件好事啊！當區嘅話就請佢哋認真做好事情嚇，就有乜嘢？因為佢哋攞住嘅錢係加咗薪噶嘛，你哋成日話加咗薪大殺，加咗薪係應該係應該嘅，但係俾警察就唔應該。咁啊嗱，我當你應該啦。咁你加咗薪啊，唔該你做翻啊同一樣 proportion 嘅嘢，即係你做翻你同樣比率加咗嘅嘢啦。加薪你就多啲做嘢嚇，唔好喺度淨係玩 Facebook。我哋啲支持者請你認認真真監察佢哋嚇。係啊，日日揾佢嘘寒問暖啊，冇即係得閒就揾下佢幫下手通下渠啊，幫手捉下老鼠啊，又話睇下睇叫佢哋睇緊啲巴士嘅班次啊。啲路啊，啲磚啊，未鋪好啊，揾佢鋪靚佢啊，得閒都揾下佢啦。係，反正佢係區議員嚟噶嘛，佢係要上，佢係必須要照顧你當區嘅事務嘅。如果有暴徒擋路，令到你翻唔到工啦，就叫佢擋住磚。啊，擋住磚，係擋磚，揾佢哋，係冇錯。有磚飛過嚟嘅時候，就叫擋磚啊！喂，我翻工啊，老細，唉，俾咗錢你，你哋最中意啊嘛，小黃人最中意講啊，我俾咗錢你喎，交咗税喎，嗱，交咗税噶。你哋咩黨專啊？係啊，唔好淨係啊，走去啊人走去幫話，哎呀，我個仔俾警察拉咗，你幫下手啊！真係遲下應該大有好多人都會咁樣噶嘛嚇、啊！哇，咁啊咁啊！你哋嘅正職唔係律師啊嚇啊，至多俾手嘅嚇，即係佢哋呢班區議員係幫唔到手嘅。即係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做到嘢，係做一點都做唔到啊！尤其是喺法律上啊，唔關你嘅事，啊、關你翻區議員事。係啊，揾下何韻詩啦，請霍元甲啦。哦，隔離台嗰個律師啦，係啦嚇。咁啊，請佢咯，係嘛？咁啊，又有條產業鏈都唔錯。咁啊，咁我都係想講多次，就係希望。呢位伯伯嘅屋企人同埋朋友，節哀啦！呢句話好難聽嘅時候，因為我哋唔係佢啊，但係我哋只可以講呢啲咯，同埋希望建制嘅議員或者有能力嘅人咧，盡量幫下佢啦，係嘛？工聯會就負責緊㗎啦，睇到係咯，因為好淒涼嘅啲事情，佢哋唔係成日講話咩咩咩咩咩咩系良知啊？咩咩白良知啊？嗰啲咁嘅嘢，即系顺口号。咁你哋良知去咗边啊？你哋小黄人有冇捐钱？六一二基金有冇俾钱佢啊？真系唔知啊！呢啲有嘅话，肯定我觉得有啊。佢哋肯定卖晒锣鼓啦、家产嘅人。你话嗱，无论佢咩政见，呢啲就系我普世价值。无论咩政见，我都俾钱佢嘅。都會助協助佢，梗係唔會啦。我覺得梗係唔會啦，因哦呢啲唔會噶啦。佢哋自己都唔夠食啊嘛，雖然成億幾係嘛，億幾真係唔夠食嘅。對佢班即係班皮丘嚟講，係咪先？喂，佢其實都唔少人嘅喎，你嗰個基金底下都唔少人揸住莊嘅喎。咁佢哋咁多人分啊，其實每人都係兩三千萬咁嘅啫。哇，嘅啫喎，咁啊系。对佢嚟讲，收少嘅咋，要周围飞咧，系咪咧？又要搞下演唱会啦，吓。系真系。演唱会好重要噶，如果唔系税局问到，系你筹咗咁多去咗边啊？佢你笔收入点点点咁吓，去咗演唱会咯，好重要噶。要使咗佢系啊，钱要使嘅。要使钱噶嘛，演唱会要使好多噶嘛，系嘛？啊，自装啦，要养好多人噶嘛，真系，唉，咁啊，
即係呢件事係一件好事啊！首先要啊多謝，即係警方係做到嘢嘅，不過係要時間。大家呢個係正常程序，冇錯，係要正常程序。我哋講嘅係法治，法治社會就要講程序，唔好心急，因為當你第一單案要捉呢班人嗰陣，審佢第一單案，萬一俾佢哋捉到漏洞。他们就会说你屈人，之后那六百几单，之后那九百几单，他会全部、会被抹黑，变成这个叫做诬告，如何如何、又会有一变成他的 propaganda， 又是这样做。是啊，是啊，大家不想见到这样，之后于是他们在立法会的叫做选举那里又会有继续有子弹，他们会无孔不入的，这帮人是会不停地卖小强，无孔不入，什么鬼事都会做，跟你打泥浆摔角，他们是要趁，他们是要求乱，求这个博懵，其实讲穿了就是真的、所以你要求正，你要正大，你是要告诉人我们这个系统是 fair，是只有用一个 fair 的司法制度令他们没声出，才用公信力，司法制度的所有公信力令到他们崩破产，只有这个办法的。现在没错没错，还有我觉得就是我希望就是陆续会有来，就是叫好多即係受傷啊，俾人撕掉嘅朋友咧，希望佢哋都會得到公平嘅對待咯，係咯。譬如喺美心俾人打爛美心嗰啲嚇嗰啲嘢啦嚇，嗰啲餐館啦，啲廚窗啦，啲廚窗啊，啊企喺度嗰個四眼仔俾個老外閂咗道門，等佢走唔入，佢結果俾人打幾錘。嗰、那個啊，我和是中國人嗰個人啦、啊。啊、全部都要讨返个公道、啊、另外走唔甩嘅，其实我相信最终都系走唔甩嘅，即系好似有啲黄媒佢成日都有种侥幸啦，包括好多黄色网媒啦，佢哋有种侥幸觉得会走得啦，其实事实未到啫，系嘛，好多事情都系，我都相信系冇办法嘅，即系警察嘅止暴制乱工作咧系好漫长。尤其是一些法律的程序，每單 case 都是需要調查，都需要搜證，你要夠證據你才能 charge 到那些疑犯的，即不是 說扔他入監房就扔他入監房，沒這回事，香港不是，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所有都要依足程序做，依足程序做的意思就是非常之就會很慢，但要他們心服口服的是必須要要搜證，要夠證據咯，咁先至可以掟上法庭咯，嚇、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呢一方面咧，希望即係香港市民啊，要明白一下啊，大家俾多啲時間同空間警方處理啊。或者我咁睇咧，係一個反高潮咯。等佢哋過多一兩日安逸日子，到時候就有其他嚇喺入邊食嘅，喺入邊食飯啊。等有啲人嚇、可能嚇喺。一啲自有靚自助餐食嘅地方咁啊坐一坐啊，但係咧可能咧就係、坐多兩日嘅啫啊，之後就唔知點啦，或者喺入邊食啊，係嘛？入邊唔知有冇啲靚嘢食咧？梗係冇啦，講笑啫。靚餐食你有另外啊，係咯，另外我覺得悲傷嘅就係大家留意一下依一件事，俾人拉嘅全部都係16至18歲後生仔啊，後生仔係悲傷噶。但是他们也都要负上他们的责任。我知道有些人当然第一个反应、他们后生仔那又怎样、我是赞同的。后生仔又怎样，不过是要悲伤。悲伤一个社会的悲哀，还有即我 不敢说人家父母怎样教，但是可能即整个教育体系都是有问题出了的。我哋都講過好多次，呢啲問題亦唔係一朝一夕要改，可能要兩到三代人嘅努力先可以完成嘅。咁既然知道問題咯，咁咪改咯，只可以咁咯。而家就係咁啊，有乜咪發現問題咪做咯，
係嘛？咁啊，事實上好悲哀咁講，係犧牲咗一代人，只可以咁講，悲傷地講，尤其是嚇阿家產生都講過啦，尤其是一批大學生，咁佢哋就好慘嘅，同呢班人係生在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差唔多嘅年紀，最慘係啲根本唔支持暴動嘅學生啊！都會被人歧視，係啦，係真係淒涼，係嘛？所以我只係咁講啦，即係如果即係未來時間畢業嘅好朋友嚇，如果真係找唔到工作嘅，咁咪睇下再進修啊，或者去大灣區啊，或者有啲人喜歡去外國，咁去外國睇睇咯，只可以咁樣，因為我哋以前都講過，其實好多嘅機構都係講話呢兩三年係唔會請呢一批畢業嘅人㗎啦。要你喺大陸建工啊，咁啊就已經有一道閘防咗啦。咁你如果佢哋即係喺大陸有一啲咩揾工嘅介嘅嗰啲咁嘅叫咩嗰啲中介啊嗰啲大啊，咁你咪嘗試下咯。即係你尤其是另一批冇唔支持暴動、冇參加過暴動、努力讀書嘅學生啊，嘗試去外邊發展啦，去大灣區發展啦，大灣區個機會一定會比香港多好多啊，都可能即係計啱數啦，自己又要睇下邊個環境適合啦，呢啲都要自己考慮啦啊。攞啲工作經驗係啦，向外闖就留喺唔一定要香港先至揾到食嘅啊。嗯，即係。老实讲，西方好多人都系呢个浮唔得去第二个浮。嗯，系啊，好多嘅，好正常啦。爱尔兰、苏格兰、爱尔兰人自好耐以前，我都系话我冇饭开啊。譬如话爱尔兰人，我冇饭开啊。虽然我憎英格兰佬，我都要去英格兰揾食。嗯，呢个系事实嘅。呢个系事实啦嘛。譬如话美国咁，美国开头都系好多人冇饭开啊。喺呢度生活得唔開心啊！我走去第二度啦，闖一闖。加拿大咯，係啊，我哋嘅父輩、祖輩都其實係周圍闖嘅。所以其實我都係唔明白點解佢哋呢代人成日話要留喺度，嚟喺度守住呢度，守住呢度。其實即係認真地講啦，而家我哋講廣東話人啊，包括我哋海外華人，咪都係廣東人啲後代。咁其實我哋廣東人。咪都係到處闖噶啦，其實我唔明白點解失去咗我哋呢種嘅天性或者能力啊，係嘛？其實而家佢哋講話全世界講廣東話，係海上嘅闖嘅能力啊，同埋福建人啊，我唔明點解而家失去咗咯。係，就係香港呢班後生係失去咗啫。大部分中國人啊，都好願意冒險啊。連非洲都很多中國人在那裡做生意就見得到了，對不對？所以都是這樣說，就是現在應該慢慢會向好了，因為很多事情坐穩了，我覺得呢上面坐穩了，就還有我們都說過啦，貿易戰又好像第一階段應該是證實了，是不是第一階段都差不多？證實了第一階段階段團，那我們再說，我們下一節再講下嚇，如果第一階段成功咗，有啲咩 scenario 啊，好嘛？好，多謝大家。